我一个残废还想什么女朋友？你说什么傻话？是我爸妈背着我发的，我到现在才知道。可我是……我有办法。哦，哎呀，我的买家最需要的就是活着的领主级怪兽胚胎。买家？如果是李威父母，暗中抛下的诱饵就糟了。你这一拳的力量，居然有28吨！战神，并非遥不可及。老杨，老周，上一次见面还是你刚当上会长的时候吧？杨特派员，我这一把手不好当啊，为了基地室里大大小小的物管操心，一眨眼8年过去了。我也当了几年老师了，在每年招人的时候都得跑断腿。总部派你来是为了核查罗峰的能力吧？辛苦了。毕竟要在全球范围内征选最优秀的学员，考察工作当然不能马虎。这次我们去哪儿？正讨论着呢。哎，罗峰，听说你打出了28000公斤的权利啊。啊，是的。这已经有机会参加特等培训了吧？特等培训？我们武馆每年都会从基地室挑选2-3名天才武者进行专门的训练指导。我看你有这个资格。罗峰要是去参加，火锤小队就只剩4个人了。火锤小队碰到几次危险，都是罗峰帮忙化解的。尤其是在张科出事以后，大大缓解了我们减员后的压力。罗峰一走，哎，别给罗峰压力，我在荒野区混了10几年，也没什么进步的可能了。等罗峰需要加入更厉害的组织，我就准备退役。我们兄弟也准备退役。特等培训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，可我一离队，对火锤小队会是相当大的打击。紧急救援信号，坐标在023号城市，马上出发。19岁就达到初级战将级，9重雷刀已领悟第3重。是的，我亲眼看到他用9重雷刀的发力方式打出了28000公斤的全力。看来罗峰也不太适合特等培训了，他应该有资格进行最高规格的培训。罗峰现在在哪儿？回特派员，罗峰正与火锤小队在023号城市进行救援行动。特派员，会长，刚从总部传来消息 ，HR 联盟的王家坐专机前往拜访，要出500亿买下一个名额。名额这么紧张，还有人想走后门？你去忙吧。是。嘿，哈，嘿，嘿。总部这边怎么说？总部不愿意把关系弄僵，一直和他们打太极，王家就急了。他们说，除非极限武馆马上给出无可争议的人选，否则就利用媒体制造舆论，说我们为关系户预留名额。哎，名额
每年就这么些，全世界各大强国和财团都像狼一样盯着，想干干净净凭实力选出一个人，真不是件容易事。老周，帮我准备一架战机，再确定罗峰现在的方位。你的意思是，给我一小时，保证把罗峰带回来。受困的北河小队离我们不远了。无法与罗峰取得联系，知道他在哪儿就行。罗峰，希望你真的有足够的实力，能让 HR 联盟那些败家子哑口无言。是万东，还有一位，似乎也见过。咱们已经跟不上罗峰的速度了。队长，你们去救人，我来对付这群怪兽。身法已经接近完美级。黑熊可是领主级怪兽，罗峰竟然能与之对抗。他才成为武者多久，已经能成长到这种程度？小心！九重雷刀，第三重！这罗峰倒是有两下子。特派员，已经过了快20分钟了，再减去回程和提交报告的时间，很有可能超过1小时。打开舱门，我要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。有别的怪兽往罗峰这儿来了。我们把北河小队安顿好，就去支援罗峰吧。是来救援的吧？
每道剑光中似乎包含十次以上触手，快到难以置信的程度。他莫非是战神？这位前辈，多谢了。罗峰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主管，这位是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来自极限武馆全球总部的特派员杨辉先生，是一名战神。那真是大名鼎鼎，早就听说过他了。你就是罗峰？罗峰，杨特派员特地来江南基地时，主要是因为你的事，他这次可是为你花了不少心力呢。啊，武馆会对你有更好的安排，时间紧迫，罗峰先跟我们回去。若真是特等培训，不就意味着火车小队要解散了？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说什么傻话，这不正好说明你进步巨大？还记得你当初成为武者的初衷吗？肯定不是为了在火锤小队待一辈子吧？只管去，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。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曾是火锤小队的一份子。我比罗峰早几年就当了武者，反倒是他去参加特等培训。不要见不得人好，再说能让特派员专程来接，连特等培训也没这待遇啊？难道周会长，要我参加的不是特等培训。我们总部一共有两大训练营，所谓的特等培训就是其中的基础训练营，而另外一个训练营则更为稀有，平摊到每一个基地室，五年才会有一人入选。那里的老师最起码也是战神，连世界顶级强者红河雷神都会去指导。除了有训练器材，还有从古文明遗迹中发掘的宝贝。古文明遗迹，那里聚集着全世界最天才的学员，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器材，号称是全球第一训练营。它的名字叫做精英训练营。